像现在云和梯田的话，正在打造中国第一家以梯田为主的五A级景区。在打造的过程中呢，我们将会将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全面进行升级改造。到时候我们在梯田的话，不光除了看到美丽的风景、春夏秋冬不一样的景色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深入的去体验畲族的文化、梯田的农耕文化，还有旅游产业的文化。像我们云和梯田核心区日出云海呢，所有的土地由我们公司的农业公司统一管理、统一种植。然后为了提高更好的大地景观建设呢，我们对它进行了四季的一个农耕的种植。像我们主要以种植水稻为主。像现在我们秋天的时候可以看到呢，我们很农民在这里收割，然后我们也是围绕着周边的村民邀请他们来帮我们进行一个收割的过程，也是提高他们一个农闲时候的薪资，这样的话也增加了我们景村融合的一个过程。